这儿的风景啊，特别漂亮。这就是云南。胳膊抬起来，胳膊抬起来。来，坐。你看看。再来一张啊。是啊，给大家看看。我还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说这里人少，这怎么回事？还那么多人啊？我去想办法。 叔叔阿姨，您刚才拍照呢。是啊，我们这些啊都是年轻时候喜欢拍照的，退休以后啊，孩子给我们买照相机。你看他这个功能太复杂了，都不会用，左一个按键，右一个按键的。哇，这么专业呢！叔叔，我看一眼您拍的照片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照片呀，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。哦，那给我们说说。您看啊，咱们现在是白天。 而且咱们拍的都是风景照，您这个照片呢，把这个感光度的数值调低，数值越低呀，照片越好看，而且呀，可以把这个光圈调大，然后景深调小，这样呢，背景就会虚化，拍出来的照片呀更好看。哦，姑娘，你是专业摄影师吧？我不是，我师傅是。哦，我学的这点东西都是我师傅教给我的。 哎，叔叔，这张照片拍的真不错，这么年轻。你跟他们瞎聊什么呢？赶紧让他们拍完给我腾出地方来。我这不在给你想办法吗？叔叔阿姨，我师傅说他给你们拍照，咱们准备准备。谁给他们拍照啊？你配合一点好不好？过来啊，过来啊。 你瞧瞧，你顶上这俩大黑眼圈，几天没睡了？自从跟你吵完架，我就没睡过。吵架？我什么时候跟你吵架了？哦，我承认我那天是没……你终于承认自己说错话了。 那个，是我说的，不好说错话吧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道歉？不是，有这必要吗？有必要！你侮辱了我，不对，你用言语侮辱了我。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。像我这种人，将来那是要改变世界的，就是因为你，导致我晚上加班熬夜。 白天还要想着你什么时候跟我道歉。你如果不跟我道歉的话，
我的心里就会极度扭曲，做出伤害人类的事情来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当然，最可怕的是，你居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在葬送一个有为青年的大好前程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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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啊！我可不敢承担什么葬送有为青年这个责任，对不起啊！没有诚意。不是，我不是已经给你道歉了吗？说了我错了，还怎么样？难道还是让我请你吃个饭啊？哎，你要是同意请我吃饭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考虑原谅你。好，楚阳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不过吃完饭之后，你该干嘛干嘛。而且你必须得答应我，从今以后不要在电视台门口堵我，行吗？你说吧，想吃什么呀？楚阳地图为您导航，前方200米，左转。这边。哦。海姐，你是不是很少来这种地方？哈哈，我那个前夫他倒是挺喜欢这种地儿的，他从来不会带我来，因为我也不会跟他来。要我说啊，像你这种女生，就应该多来来这种地方，沾沾烟火气呀。来，你干嘛？我不冷。我一看你这衣服啊，就不便宜。我给你挡挡烧烤味儿。这还没喝酒呢，是我眼花了？好你个刘志林，以前这种烟熏火燎的地方，我那轿子抬得来他都不来。你好，请问点点什么？什么情况？这男的谁呀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你别上火啊，我帮你去打探一下。不用。谢谢啊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楚阳，你这衣服多久没换了呀？这干嘛呀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这几天呀，天天加班，别说换衣服了，连觉都没得睡。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。哎，那小子是不是每天给他送花那个？还有人每天给他送花呀？这事儿你居然没告诉我。每天在我们台里有很多人给我们这些主持人送花呀什么。李总，阳光，这个是您点的，这个是我送的，咱可说好了，今天一准不用买单，我请客。行行行。哦，您是来检查我工作的是吧？哎呦，我现在告诉您，我那个垃圾现在那叫一个专业呀，分的湿垃圾、干垃圾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们都叫我垃圾小达人。哼，小达人，小达人啊！哎，好好干啊！不吃了。怎么样？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吃？我来买单。哼，我什么时候落魄到要你买单请我吃饭？这串我也陪你吃了。是不是该回家睡觉了呀？现在就回家睡觉，这也太奢侈了吧！我一会儿要回公司的。你一会儿还要回公司啊？你不能仗着你年轻就这么熬自己啊！我们最近开发的那个加密代码一直有 bug， 现在兄弟们还在加班呢。结果我偷偷跑出来约你神吃饭，你说有点太不讲义气了吧？你自己酒足饭饱了才想起兄弟义气啊？
我刚才啊已经通知服务员了，打包了一份回公司了。公司那帮兄弟除了没有像你这样的女神陪着吃饭，那吃的比咱们好多了。这才有点大哥的样子，就跟当年比。吃饱了我买单了。嗯，服务员买单。我还是先送你回去，今后你要少熬夜。好。真不信跟过去看看。不用，这有什么，不就跟个小屁孩吃饭吗？吃完饭顶多看个电影，看完电影顶多。我回去了，嗯，累了，嗯，我不送你了，嗯。哎，到了。进来啊，在门口干嘛？当门神啊？只有一张床吗？这里的条件就只能这样了，方圆五里，这是唯一的房间。
这么大的床不够你睡啊？哦，起床了。起床了。你起这么早啊？本来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的，但是昨晚那群老人家不是说今天让我们蹭他们的旅游车吗？我想着可以省一些旅费，他们起得早，出发的也早，你要是再不起来真就赶不上了。快点，真赶不上了。啊，我马上。再坚持两天，回去就可以好好睡了。回去？这么快就回去啊？这次拍的照片也够多了呀，然后这次回去好好选选拍的照片，幸运的话就能得到一家国家级杂志的认可，以后我们就可以稳定的给他们提供照片了。啊，那太好了。得赶紧回去赚钱，总不能坐吃山空吧，我还得养你呢。喂，晶晶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。嗯？有事儿。刘凤姐，我有件事儿想问问你。说吧。昨晚我和罗秀睡在一张床上了。苏晶晶，你才多大呀？不是，昨天是只有一间房，然后只有一张床，我俩在一张床上挤了一宿，什么都没干。嗯？什么都没干啊？哦，那罗修这人看来还挺靠谱。你说，是不是在他眼里，我连个女人都算不上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晶晶，如果你们俩发生了什么呢？我可以在法律上给你一些策略和建议，但是你俩没发生什么，那就无从解答了。但是如果你问我个人建议的话，那我觉得，罗修这个人还是不错的，至少他对你是尊重的。我就想知道，我对他，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？哎呀，那你呢也不能这么想。你说。现在成熟的男人，他们都能够控制住自己大。你说的那是我哥，罗修，他一点都不成熟。你就说上次蓝雪那个案子，要是没有你，没有我，他指不定在哪儿哭呢。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，他脾气暴躁，爱耍小性子，一遇到事情就躲避。他不是一个男人，
这样昨晚的事情也就可以解释了。啊，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定义一下你和罗修之间的关系了？也不是，我就是想出出气嘛，说出来就都好了。苏元京，啊，电话打完了吗？打完了。打完了还不下去？他居然说我不是男人！彤，你今儿怎么来那么早啊？哎，志玲姐来了吗？来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没看见。我刚才，我看见一个小帅哥开着志玲姐的车把她送来了，然后那小帅哥就开着车走了。完，志玲姐呢就在我前一班电梯，我怕她看见我尴尬，所以我等了一会儿才来的。小帅哥。嗯。牛志玲，你变了。你之前有挽过李恒基的手去陪他吃烧烤吗？哦，我忘了，那个地方是你们俩经常情感交流的基地。既然你都看见了，他肯定也看见了吧？李恒基昨晚悲痛欲绝，他说：“哼，这跟个小屁孩吃饭吧，能怎么样啊？”嗯，吃完烧烤以后，吃完饭顶多去看个电影，又能怎么样？看完电影顶多，这个时候空气凝住了，他没再说话，然后他非常黯然地上车离去了。阳光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算李恒基今天亲自来质问我，他都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。我记得那小子以前是骑自行车的吧？但是今天早上我听说他开着你的车来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那小子到底什么身份，什么背景？你俩现在发展到……你闭嘴！你没完了啊！你越线了是不知道。今后在单位不要谈私事儿，抓紧时间把你装修的案子赶紧的录制了。你这个八卦的心用在工作上，出去。进。李总，这个邀请函给您。这是什么啊？那个创投会送来的啊，关于区块链。邀请函都送来，不去不行。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，我跟司机在酒店等您，您看就不用再来公司了吧？直接去呗。哎，那我出去了。哎，这个给您。又是什么？这是何秀春让我给您送进来的。根据阳光老师的要求，何秀春以后每天会给您送一份这个鲜榨果汁。哎，阳光老师怎么会认识何秀春？告诉何秀春不用麻烦了，拿走你喝掉，给我整一杯咖啡来 ，double espresso， 越浓越好。李总，根据志玲姐的要求，您如果觉得不精神，就去那边休息一会儿。浓咖啡对您来说是不允许的。怎么回事？现在我连自己喝什么的自由都没有了是吗？不是，一会儿是阳光，一会儿是牛志玲的。我要喝咖啡，双倍浓缩，马上送到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干活干活干活！心向这地向那个，哎，行不行？气死！录制都准备差不多了，但我们的预调解呢，几乎没什么进展。反而是人菲菲跟物业公司那边网上大战可热闹了。那现在物业公司那边有没有出什么新的物料啊？物业公司那边已经偃旗息鼓了，反倒是菲菲，人每天呢发几条爆料的微博刷存在感呢。现在菲菲的态度很关键啊，不然我们的节目没法做。是啊，我找他聊了，但我说的话人压根听不进去啊。头儿，
我觉得吧，咱找廖律师商量商量。啊，你毕竟这菲菲当初是主动找到廖律师的，我觉得廖律师的话，多少能起点作用吧，他能听进去。啊，你们俩一起想办法，我觉得这案子一定能解决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我去找他。廖望，你也知道，公安主任走之前把有些工作交给我负责了，所以你要是工作做得不到位，我是可以批评你的。陈律师，你批评的对，确实是我工作没做好。这个恒达物业虽然已经不是志恒地产的子公司，但是媒体喜欢在这上面做文章。现在你就由着菲菲这么闹腾，让所有人难堪。现在可是和钱沟村谈判的紧要关头。我劝过菲菲很多次了，她不听我的。你是一个律师，她不过是一个二十出头、没有什么文化程度的小姑娘，你就由着她这么闹得翻天覆地，你这样，我敢把钱沟村的案子交给你吗？我知道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尽快把这个案子完成。你也不用跟我交代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去吧。哎，又挨骂了，菲菲的案子吧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还是跟阳光商量一下，毕竟是他的节目嘛。是他的节目，为什么要我要找他商量？应该他来找我呀。反正这个是我去电视台最后一个项目了。等这个节目录完，我就要跟关主任说一下，这电视台我再也不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遭公司人肉的当事人菲菲。我今天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公司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。喂，廖望姐，你终于接我电话了。廖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各种的会议。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聊一下有关于上节目的事儿。哦，好的，你说吧。我相信你上节目不仅仅是因为要炒作自己，或者是要出口气，你应该是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吧。所以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，你对恒达物业的诉求是什么？我觉得恒达必须在微博上对我公开道歉，而且我的团队跟我说，我应该把重点放在精神赔偿这一方面。那你说，我在金额上应该要多少呀？我觉得这个事儿啊，咱还没有最后搞清楚责任方到底是谁。要不这样，我陪你一起。我们去找公司那一方，我们聊一聊。廖文姐，你也看到了，是恒达物业他在耍无赖。哎，我说不清楚。我也不想说了，直接上电视吧，让观众来评评理。哎，我之前看到那些国外的律政剧不都有一个陪审团吗？观众就是我的陪审团呀，让他们评评理，到底是谁的错。好了，廖文姐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我现在还挺忙的，先挂了啊。厉害呀，还有自己的陪审团呢。廖望姐，阳光来了。廖律师，廖律师，不好意思啊。廖律师特别敬业，今天专门把我请过来，要跟我讨论案件呢。
谁专门约你过来的？哎呀，我只能这么说了。这不是，马上节目就要录制了，现在四方没有任何和解的迹象啊。本来我是想过来跟你讨论一下案件，我又怕你不见我，我只能这样了。我确实不想见你，但我没说不想讨论工作。那就好啊。到了，这是哪儿啊？我家。我只不过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好好聊聊案子。想来想去，也只有我家最合适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。你怕了？请进。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。你们家怎么这么暗啊？啊，平时自己不觉得。阳光，你几岁了？还玩小车车啊？啊，怀旧嘛，找回童年。我家里有红酒，要不要开一瓶？我们一起喝。我们聊案子吧。这个案子，我觉得这个，你先说。啊，你先说。女士优先吗？这个案子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觉得性质已经变了。刘雷两家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物业想甩锅，没想到碰到菲菲这样的狠人。刘王。其实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想问我的？面对恒达物业他们网上的攻击，菲菲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让舆论倾倒给他，我觉得他一定是后面有人的，不可能凭借自己一己之力的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其实有很多别的，所以我做了很多结果的评估，我觉得最好的结果就是让物业去道歉，并且做出相应的赔偿。当然了，如果物业他先低头的话呢，那菲菲和刘雷两家肯定会不依不饶，并且提出非常高的赔偿要求来。刘王，你听我说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物业肯定不会同意，到时最后还是要对簿公堂，所以我们的和解就没有意义了。听我说，我虽然是一个主持人，但是我平时生活当中我很少愿意跟人沟通。我今天叫你过来，我特别想跟你聊一聊。你可不可以？因为我现在有点千头万绪的，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你能不能问我一些关于我们之间的问题？我能喝杯水吗？好啊。
李恒基啊，李恒基，你明明看见我了都不问我，这不像你的风格呀。你是在跟我比耐心啊，还是真无所谓了呀？张富台，啊，您快请进。其实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我觉得是应该分成两个部分。首先呢，让物业公司先跟刘磊两家道歉，做出相应的赔偿来，因为物业公司肯定撇不清楚他的责任的。虽然赔偿的金额会很扯皮，但是菲菲这一边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他根本不知道适可而止。所以，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我知道我们之间会面临很多的困难，我想把这些困难全部都解决了以后再来面对你。但是有些事情，我发现是我无法控制，就好像是我母亲的事情。我本来以为多一点时间，多一点智慧，这件事情就能帮我解决。但是我现在发现并不是这样，就好像之前姑姑去找你。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他跟你说什么？这个菲菲想要的从来就不是赔偿。这个菲菲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姑姑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？她就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……我知道以你的性格，你肯定不会告诉我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。阳光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实话？叫阳光，但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阳光过。我之前喜欢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边，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孤独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生活方式。但是有一天我一个人蹲在这里，就是你现在坐的地方，我发现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。我不想再回去了，我不想再回到那个阴暗的地方了。我今天来不想听你说这些。知道我没有办法抱紧你，你能不能放开我？不聊我们之间的事了，好吗？我们聊案子，我们只聊案子，你别走。好好说话，装修乌龙的案子怎么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啊？张富台，这件事情啊，我是可以解释的。这一看就是阳光的手笔啊，他为了收视效果，这是故技重施啊。张富台，不管您相不相信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阳光策划的，而且他在努力去压制这件事情，不要让舆论再次的发酵。我记得上次那个90后的离婚案子，跟这次的事如出一辙。那个案子的确是让好好说话的收视率提升了不少，尤其是收获了年轻的观众，这让他尝到了甜头啊。这次就算不是他亲手策划的，他也一定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啊。
张副台，您要是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不太满意的话，我可以让节目终止。哎，小牛啊，你不觉得你说的这个话有点不负责任吗？当事人要上节目，已经闹得所有人都知道，你现在说不做就不做，你这电视台的声誉于何处啊？哎呀，张副台，您是领导，任何事情您都可以高瞻远瞩的看问题、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。我也知道您今天专门来找我，就是想在我犯更大错误之前来提醒我，您这是在爱护我。我们做电视节目的，一定要注意价值观导向的问题。你已经是个总监了，这种常识性的问题，用不着我来给你普及了吧？是是是，张副台您放心，这个节目我一定会把握好导向。